我有身孕了，你要当爹了。我本来想亲口把这些话说给你听，我想看看你能有多高兴，可是现在我只能想象你听到我这番话的样子。好吃，秦墨。百转千回，多少颠沛流离，才让思念拥抱。无期后池，如果你看到这一段留影，想必我已经不在了。但这一切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无力改变。自你我就回博轩，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便被开启了。打开博轩闭关时，他的一道灵石击中了我，令我片刻失神。秦墨，在这之后，博轩的记忆便不断涌入我的梦中和脑海中，里面竟然有一些白雪神尊在神界的记忆。后池，我想我和博轩、白雪神尊可能是同一个人。白雪，这种被别人的记忆抢占地盘的感觉真不好受。不过也还好，我看见你小时候调皮可爱的模样。好什么好，你都要变成别人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怕你担心我会消失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变成别人，我也不知道会剩下多少时间。也许我永远是我，能够和你白头到老。也许我刹那间就会离开，再也无法陪伴着你。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一直在一起，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在北海对这些萤火石的灵力留下这一段话。我想说，不要因为我的离开而难过，也不要因为寻找我而受伤。后池，我这一生虽然短暂，但有你足矣。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珍重。我爱你。我的娘子。